干嘛就是假装没有这个表弟存在？我不是假装。你是不是红了就要踢开所有的亲戚？没有没有，我一直想要帮他，你知道吗？说真的，你在演艺圈没有拉拔过他，我后来想想，没有，真的没有。今天这个通告是我求来的。不少这一套吧，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的路线不一样。我能够帮的，其实我是顶多可以帮上上通告、综艺的通告啊，被人家砸牌什么的。可他，我觉得他是很优质的偶像啊，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都隐藏得很好，因为其实我们都号称在那个奇摩或是维基百科绝对查不到我们之间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也不公开的。郑浩东，你要看着他，然后叫一声表哥吗？表哥，小弟弟。男的称呼会变得这么古怪，你真的软掉，手臂都软了。对啊，这种感觉就觉得哎，好像要叫我叫你妈一样。所以不然你都叫他什么？就小钟哥啊。他叫小钟哥啊。对，你宁愿这样是不是？